你为什么心里总惦记着万家贵？你忘了我才是你真正的夫君吗？啊！哼！木心娘子，你千万要小点声，不然我们就出不去了。你是万家贵派来的人吗？我是万将军的手下，万将军他让我速速接你出去。他真的要跟凤瑶成亲了吗？那只是掩人耳目而已。木心娘子，我们赶紧走吧。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是你？谁派你来的？你要是乏了，他立刻就得死。谁派你来的？我。 给他个痛快！你听到万家贵，心就乱了。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你去看看他的手心。这是什么药？想把你迷晕了，带出去。 当你听到万家贵成亲的消息的时候，你心神不宁，他就趁虚而入，跟了上来。你早就被盯上了。你为什么心里总惦记着万家贵？你忘了我才是你真正的夫君吗？啊！ 将军，将军，平日里威风八面的，怎么说倒就倒了，跟纸糊的似的，吓死个人了。我怎么了？小五，快去看看药好了没有？哎，夫人。